这是史莱克学院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不是史莱克学院预备队吗？六个十万年魂环，这是何等的妖孽！璀璨中的凋零，请记住，他俩的魂力都严重透支，需要好好休养。我叫笑红尘。 第一轮，我们的对手是云罗高级魂导师学院。魂导师学院，近几年星罗帝国魂导器技术发展很快，其中云罗学院的表现最为亮眼。循环赛有三种比赛方式，分别是团战、一对一个人战和二二三之战。比赛当天抽签决定。 团战的规则你们清楚。一对一个人战是双方各派一名队员进行一对一斗魂，败者派出下一名队员，直至一方七名队员全部战败。那如果出战的那个人够强的话，岂不是可以用一己之力淘汰对方一队？如果你做得到，当然可以。二三之战又是什么？ 就是两场二对二，可以一场三对三斗魂，也是对我们最理想的比赛方式。因为前两场比赛获胜的话，第三场就不必再打，就能隐藏你们的真实实力。请双方队长上台抽签。 徐三十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第一场，你上。看我的！我叫马英俊，请学长手下留情。你要我英俊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好。 那我待会儿下手轻点。比赛开始。怎么才四环啊？那个六个十万年魂环的混套呢？他怎么回事？你跑什么？ 这个家伙又要使坏了！什么情况？徐三十选手竟然跑向了场外！马英俊，愣着干嘛？快开枪啊！什么情况？掉落场外会被判为失败！玄冥置换。 云罗学院马英俊调出比赛台，个人赛第一场，史莱克学院获胜。下一个。
这家伙的第四魂技叫做神明置换，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瞬间切换自己和对手之间的位置。这本来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技能，可这家伙用起来却往往令人无语。虽然获胜，但是其中取巧成分居多，史莱克还需要展现真正的实力才行。史莱克那个四环魂师应该只是预备队员，几乎没有消耗魂力就轻易淘汰了对方。史莱克果然人才辈出。队长，我是不是上当了？废话，云罗学院的脸都给你丢光了。上院，你上。雨浩，看好了，对方使用的就是近战魂导器。近战魂导器能将强攻系魂师的近战能力大幅提升，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拉开距离，避免近身。近战魂导器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撑不住了。对。玄冥阵，美女，没事的。我赢了，下一场吧。个人赛第二场，史莱克学院胜。云罗高级魂导师学院，队长司徒宇。史莱克学院，徐三石。我知道你真正的实力绝非先前表现出来的那样，作为云罗学院的队长，我希望能有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。如你所愿。看，这就是我们魂导师之中攻击防御都最为强悍的堡垒战法。堡垒战法，也叫炮台战法，以魂导铠甲保护自身，魂导武器遍布全身，辅以治疗型魂导器和魂力恢复法阵，能够令魂导师短时间内无视防御，魂力持续全功率输出攻击。切换一下，同阶魂师几乎不可能抗衡魂导炮台。
队长刚才的攻击比我的魂导双刀强悍多了，他都能防御，却故意在我面前示弱。火力全开！那面大扇子是他的武魂，他用武魂发动魂技锁定，配合魂导追踪弹，目的是攻击三十学长无法防御的背后。这回看你怎么挡！好快，他真的是防御系魂师吗？又不及重施吧。炮台战法最强的一点就是不动如山，你那个换位技能对我无效。这就是我给你的堂堂正正的比赛，来呀！他的魂力等级比我还高一级，我们七人之中真要比修为，他才是第一。我输了，心服口服。剩余个人赛，云罗学院全部认输。云罗学院弃权，史莱克学院寻三十获胜，并获得个人赛剩余全部得分。弃权？七分。云罗学院弃权了。一串七，一串七啊！史莱克那个除三十，相当于一串七啊！我真是小看史莱克了。那个四环魂师，虽然没有之前那个六枚十万年魂环的少年经验，却实现了一串七的壮举。哥，你想什么呢？换我们上去也可以一传七的。哎，史莱克就是史莱克，从第一站到这第二站，我的信心受到了打击。你少来，也会受打击，你的信心从来就未曾减少过。那可不一定，毕竟上一场史莱克可是出了个六枚十万年魂环的妖孽。六枚十万年魂环你信吗？当然不信。循环赛第一轮我们无伤过关了，你们先回酒店抓紧修炼。赵老师，我们不留下来观察其他队伍的比赛情况吗？是啊，至少要看看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比赛吧。观察对手有我一个人就足够了，你们要保留神秘感，避免被其他队伍看透。朱老师有事瞒着我们。对，我觉得他故意不让我们看后续的比赛。那是。
有我一川七的壮举在前，后面的比赛根本没看头。不，我觉得他是担心，担心看到后面的比赛会影响我们的心态。周老师不让看，我们也自有办法。组装完成，望远魂导器。现在发挥你的灵眸技能，探测敌情。紫金魔瞳，精神探测。那是，宇浩，你看到什么了？全武环魂王战队。全武环魂王。